上期吹了那么久的 T 零边路，今天肯定要拿出来给你们看看，不然你们还以为大宝吹牛呢。今天就给你们带来版本的神全能边路萌亚爸爸的实战对局。大意了，看来就算是 T 零也要睁开眼睛来玩啊。这次他就没有那么幸运了，一二技能补上平 A， 杀杀，直接打残。我操，他们不当人啊！闪现，吃个塔山雪包。嘿，这不就好起来了？偷鸡不成蚀把米，兄弟们把 T 零打在公屏上，四级前来四个都抓不死我，现在四级后，那他们更是没得打了呀！还想拿河蟹，二技能顶到草里直接收掉，开启大招收完河蟹，接下来就收他。那么这个时候先不要着急打，小地图发现诸葛正在赶过来支援，而蒙恬的留人能力是比较差的，直接打残马超八成是能逃掉的，所以真正的高手往往就是像我这样温水煮青蛙，等他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走了。集合队友再抓一次，从而摧毁他的信心，动摇他的意志，而他的心态一旦出现了问题，呵呵，那下路的节奏已经牢牢掌握在我手中了，就是不跟他打，切换阵型，假装后撤，他一定觉得他又行了。这时候再给他致命一击，杀杀，刮痧了半天还没有微枪来的实在，下路打穿了，那就不再逗留，把优势带到中路，正好对面已经阵亡两人了，那就送他们一个团灭，召唤四个超级兵，不急，先把线带过去。来了宝贝，方阵突刺排排坐，一枪两枪，杀，哼哼，T 零边路恐怖如斯，这回你们信了吧？没看够那就再来一次。蒙恬对付小脆皮就跟老鹰抓小鸡似的，简直不要太轻松。等梅西也过来，位置重合就是现在，一闪，杀杀，瞬间蒸发。现在排位选谁，你们心里有数了吧？哎哎，给我复活啊！混子水晶守住啊！